画面怎么样？正常。后边有车。刚才喊你去哪了？现在是。你这不是行程好七十加吗？他这个是200毫瓦的吧？10瓦的。看看能不能一下子把这个900米穿过去。哎，通话都结束了。通话怎么突然结束了？喂，王健，能听到我吗？啊。哦，刚才通话怎么突然结束了？断了。电话进来。没事没事。好吧。这画面很好啊，啊，一点都不带卡的。感觉出去分分钟的事儿啊！出去呢？啊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画面，后面对照。这画面很好啊，很稳定。开着呢。900米就走过去也得10分钟吧，对吧？在吗？我不知道导演怎么安排的。前面都亮了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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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个是往左弯的，出去的时候是往右弯的。哦，不是刚才过了一个弯了吗？
王静是不是已经过了一个弯了？没有没有，第一个弯快到了。往右偏。嗯嗯。都还没到第一个弯。就是往左弯一下，往右弯一下就出去了。对。这个我需要一直拍。有不要？不要。没有吧？没有没有，他要一直拍的。你可以，没办法就接他，就我们可以先准备好。对他。对呀、啊，车六还。天哪，你找个车去接他们吧，他们走到结束之后，那等他们回来，我们还要等第二天。他们结束之后，你去接他们，把他拉回来。这哪有人？王静，哎，王静，你让他把相机拿稳一点啊！刚才就是特别的晃。好，相机。相机拿稳一点。有点抖画面。拿稳。刚才突然就特别的晃他。好。前面应该有一个栏杆堵住了，你们就是如果画面没有断，你们就翻过栏杆继续往前走。啊，能走。嗯。哦，对，那你就翻过栏杆继续往前走，不用翻吗？那就现在就出去了，出去了画面一直都很好，所以你们接着往前走。嗯。对，走到断掉。走最后那一集。你不要是什么都带着摄影师好吗？就这样给你带快。接着走，对，接着走。断掉。去吧，开车去吧，开去吧。你现在就在一个陌生的。
没有画面的时候你跟我说啊。啊，对，没有画面我肯定通知你，你们就可以回来了。嗯、但是现在画面一直都非常稳定。嗯，哎，画面开始慢慢的有一点，有一个就卡了。嗯、哦。好，开始有一点卡。有点卡，看刚开始卡。对，开始有一点，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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